从烟荒院到现在，我们还没有好好聚过。来，我敬大家一杯。来来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没想到我们这几夜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，是啊，幸好都是有惊无险，死而复生，值得庆祝。我说错了吗？ 你那叫死里逃生，不叫死而复生。对，死里逃生，死里逃生。<笑>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第一呢，我们要庆祝谢大哥平安无事；第二呢，我们要庆祝苏姐姐。我？对啊，<笑>庆祝你成为京城大红人。是啊，苏兄，现在整个京城都在传你破案的事迹，就连说书的人都把你编成故事讲了。 你还不知道吗？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来给大家讲一段啊。来来来，正当齐王被污蔑、百口莫辩之际，一道清亮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：“齐王绝非凶手。”<笑>行了，你们就别取笑我了。裴兄，苏兄现在这么受人追捧，你作何感想？ 正所谓英雄出少，少女，我觉得是好事。况且小作也值得。对，说的没错。好了，不说了。今天要庆祝的开心事太多了，我敬你们一杯，咱们畅饮一番。来，好，<笑>来，咱们呀，不醉不归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 来，吃菜，吃菜，吃菜！少爷，来吃点这个，特别好吃。服务员的菜啊，做的还是一样的好吃。<笑>哎，你不觉得你应该做点什么吗？那应该做什么呀？ 大人，真是不怕羞了。<笑>